会来我们雅米早餐用餐哦，我们之前会热情的为大家服务，因为我本身对那个餐饮比较有兴趣啦，因为我就是有就是饮料的丙级跟那个中餐丙级我都有去考过，还有那个咖啡师的认证我都有去上这些课程，那刚好就是有这个机会哈，就是前面的老板他就是没有要经营了，我们就接下来做，希望就是能够为巴中的乡亲带来更多的那个热情与服务，欢迎大家就是来我们雅米坐坐哈。谢谢大家的捧场。那我们现在因为刚在练习，刚开，所以大概会有时候动作会慢一点，然后请大家多忍耐一下。对。